人员更改，变化浮流表面，执念未减，不同藏于人心。表里如一的这段路，从德玛西亚开始，三载新颜，一抹白衣再度踏入赛场，熟悉的前队前相着陌生的名字，命数如之，引线者正是他们自己。沙德爷，沙德爷来了，又是这波，直接一套上来，动弹不得。哎呦，这波埃斯的节奏点太强势了。阿卡丽这个位置给隼武了吗？跟上隼武以后，进入塔下表里杀流了，单杀。局势已经变成了阿卡丽的个人舞台。不秀，恭喜埃及3-1拿下 BO5，挺进到四强。站在分叉的入口上，去留进退，一念之差，便可造就无数平行的结局。驱使人们做出选择的，是但求无憾的心愿。这个进步，哦呦，这个邪不胡同，超萌的节奏好窒息啊，我感觉。哇，小鹏也太猛了，来了！哎呦，大姐打是全体，我直接起脸一抹，就是修你。中路想不到给大招，这被减速到了，直接给恩怨相抵，把小五给秒了，配合雷欧娜，窒息。很窒息，飞机已经要结束比赛了，恭喜滔博3-0带走 RG。你所争取的就是你的未来，一战的热烈，书写新章。这里是德玛西亚。就是他训练赛玩什么，然后包括他 rank 玩什么，他比赛就会选什么。哎，这边扑过来，看到小卓，小卓一套，小卓走位能躲标吗？躲，还在前，哦呦，没躲掉。哎，金丝也在靠，跟闪现这边能救来了，被咬死了，直接单杀，也是把这个闪现给交掉了。过来，他也算时间知道这边应该就在打，但是这边是提前有眼，打然后想要靠走位躲一标，勋就一直不出标，对，等你没有时间，没有位置在躲的时候，而且勋是先平 A 嘛，他毕竟是一个带红 buff， 来三包一包 Nani， 那里边 Q 到了一个一技能没有撞到，这边来了一波一闪 ，Nani 能走吗？交闪现，哎，还有最后一下，哎呦，这边 Net 拿到这个人头，而且 AD 是没有治疗的，不过这一波就只能靠自己了，因为是没有 TP 的，来有 TP 这边包，这边过来想要包夹，包夹了露露。勋没有闪现，能顶飞吗？闪现过来，人头，这还是要给宋宋明，要 TP 过来的。是的，哎，但是旁边还要继续留吗？但妖姬进来了，公爵这里没有闪现的，回头勾勾到公爵应该是走不掉了，感觉这个人头应该让一下，让给了小月季。不过对于 Jacky 来说，他的发育倒是没有受影响。我看下这一波，这一波知道你小卓没有任何技能，直接先扛塔，然后再勾住塔就可以了。对，公爵反正现实已经送进去了，接下来不亏线。但是这一波不知道妖姬下来了，就硬追的话确实有点勉强了。对，因为这一波奈特是刚刚踢完上路，在回家的路上，对，他觉得对面应该也是回家了。对，卢卡斯要出勾，闪现一勾，勾到杰克，杰克也交进化，但是自己是没有闪现的。闪现给罪名，伤害差一点点。夹子很关键啊，是的，这个夹子太关键了。没有沟通好，奈特这边是没有闪现的。后面响应，哎，但是链子没练到，但是复数的链子练到了，钩子勾到，这15秒能转好。睡一下，睡到奈特开启一个连金罐，捡了一个惩戒，哎，想要过去把这龙撑封一下吗？飞机加成，哎呦，但是这边并没有惩出来，还要等。这边先念一个回城，来叫羊，直接撞，这边招了闪现躲了这个羊，一下来保了。来，但是小天还是来上路了，这边 QQ 到，哎呦，预判到了，预判到了，大龙天空击飞起来，踢不回来。不过这样来的话，中路塔可以直接推掉，甚至说不放也可以直接推。水下水道这边叫羊，看见能撞几个，这边撞起了一个泰坦，这边一个技能撞，这边把泰坦给撞了下来，但泰坦是头勾还是已经出了出去。哎，中路小宋杰克吗？一套打过来，杰克是已经下到了半血以下，
双方把位置先拉开，又开在旁边一只 Fox， 刚才是已经打掉了 Net 比较平衡，龙的血有点低了。叫羊，龙是谁的？龙是熏的。我的一勾这边是勾到了一个柱，但柱还是把羊给叫了出来。这边卢卡斯还有最后一次血，被张军死神飞弹直接收掉。小月姬这边血量是有一点点低的，杰克向前闪，向前的一个 W， 但是这边还是让 Net 捡了一个狂风之力，收掉了小月姬的人头。双方进行一波互换血，闪现上来，但是这边 Net 叫了一个金身 Z， 还有一个闪现，叫完闪现之后再拉一个飞星，能拉到吗？现在旁边跃跃欲试，闪现平 A， 再被熏的金身给躲了一下，反而自己有点危险。这一波团战，滔搏虽然没有达到龙，但最后还打赢了，又一个冲撞。小月姬打了半天不掉血，对，而且。纵确实是一个老奥恩，他知道这波卢卡斯要出钩，他是 W 顶了一下，然后卢卡自己大招放出来了，把自己羊给撞出来了。这个南尼进的有点小急，没有妖精跟的话他一个人是切不死有露露保护的双飞的。好、杰克这个闪现有点勇，但是没想到妖精就在上面，这玩意 W 直接配合小月姬把杰克给杀了。还好奈特捡到了这个就被掉的黄，掉下来的黄蜂。这种局势左翼太舒服了，技能太多了，狂捡，对，底下全是技能，辅助确实也能帮他扛很多伤害。又捡了个闪，野区找人找南尼，南尼没有闪现了，撞起来，这边用大招规避了一下对面的进场，但是再往前小天想要踢，不过被击飞了一下，我一脚踹了四个，哇！但是这一波小天是直接阵亡了，南尼是并没有阵亡。哎，这边很快啊，新一恒直接龙打完了，小天在打小龙，来不及了。那这个龙应该是 IG 可以直接拿下，因为刀非常好，这是一个绿白刀打龙飞。月开在野区这个位置被找到了，那有盾想打一下 poke， 哎，但是月开有点危险，我月开他直接被点死了，他打小龙还有一分半左右。可不在野区。他已经交过链子了，所以没法复制。对，因为这个地形他第一时间没有看到杰克。中路兵线推过去，进野区做视野，因为这毕竟还是 IG 的定海龙。哎，这边想要躲卢卡斯，卢卡斯交了闪现，但还是被顶了起来。杰克收掉这个人头，而且在野区他好像要去找对面的机会吗？点了两枪，点残了这边的 Nani， Nani 赶紧交一个假身，把这位置给拉开。他是没有看到 Nani 的位置的， Nani 就在这附近。第一时间跟队友其实有点脱节，但是没有找到龙，应该可以直接拿掉。好了，都已经拿到这走了呀，也不跟你打。里面纵开个大招，那可能就是团灭了。投中 TP 的兵线，杰提过来。这波绕视野，滔搏已经打了个信号，已经有意思了。哇，但杰提吃了一镖，真的有点痛，感觉要走了。不过这个消耗真的完全不痛啊，能 A 兵吸血，能 A 兵吸血。月开现在消耗是真的不痛，反而他吃 Jacky 的一炮是有点难受。这波 IG 很有压力啊，中路超级兵过去了，感觉 IG 只能动这个大龙逼对面打团。但这个睡到了一个熏，这边勾过来，而且熏吃了一个气，吃了一个气泡，吃了一个黑金钟，前面挡挡伤害。进来之后叫榴弹大招，但 Nani 其实后面也没有太多输出可以跟上。前一波挂到了熏，再往后面小月姬这个位置被逼开，非常的尴尬，还没有太多输出可以拉开了。哇，这一套打下来，哇，伤害还是有一点点痛的，但是这边变羊之后也不敢继续追击了。那他再过去给一个针眼，防止对面万一有什么奇怪的技能把龙抢了。哎，忽然看到了小月姬，小月姬被睡到，交流的进化，一个飞行拉过去，交闪先躲了这一个 W， 就如果硬换的话，小月姬是完全没有办法的，他只有一个狂风能力，而且反应一定要快。下路大塔直接选择放了。旁边奈特一直在给压力，分身挡下伤害，但是下路这个高地确实有点点难守。再往前面杰克 A 一下很痛， A 一下这一口都补不回来，就露露给加上 W 疯狂点你， IG 没办法，五个人在正面这根本守不了，而且开不起来，没有人敢还手，除非看这个卢卡斯能勾到杰克。但杰克现在还是有一个复活甲的，哪怕勾到杰克，哎，勾一勾没有勾到，而且现在这边交了一个闪，看那鸟盾没有死啊，直接拆门牙了，但是被露露大哥给击飞了，而且又吃连发飞行，交了一个金身，在原地自己也不特别好走了。金克斯拿到这个人头，我最后一勾又没有勾到，杰克现在什么技能都不吃，又发平 A 拿到了双杀，他这一波是要拿五杀吗？因为打出了一个复活甲，超究极死神飞弹，再压下起身，这一个飞行是直接终止了杰克的五杀，差不多得了，别发了。对，41分钟，那我们可以恭喜滔搏。